开始开会。那我们下个质询呢，为郭清华议员啊，时间为50分钟。那上面呢，还有我们安仁区的乡亲来旁听，啊，欢迎你们。那我们请郭清华议员，哎，开始质询，时间为50分钟，谢谢。那个感谢主席，咱市府吼，我称着市长吼，你秘书长吼，还有咱市府嘞，咱遮个一级主管吼，还有咱遮个媒体先生，咱议会同仁吼，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吼，我要来请问吼，咱农业局。咱的许局长是，许局长，你也看一下吼，这地，这地敢是农地？这敢是迄个渔翁啊嘛吼？嘿，来，迄个分析来讲吼，嘿，咱安清路吼，这有一块农地啦吼，伊原地吼是渔翁啊地啦吼。啊，今嘛吼，你甲看起来吼，是农地啦吼。但是安那你安那，伊今嘛已经去予人倒一挂迄个事业的废弃物啦，事业的废弃物啦。啊，伊即块地今嘛拢差不多用即个污染，吼、哦、污染。啊，即咱农业局吼，可能无好啊把关，有即款情形造出来。咱迄个环保局局长，你好。这块土地吼，差不多将近要到四家吼。啊，伊花田的物件吼是啥物物件呢？恁有去化验出来无？啊，化验出来的指数是安那？会当予咱予阮台江遮乡亲吼，做一个了解安尼吼，到底是啥物款物件？啊，污染的情形哦，到底是个安那？是这个废弃物啦吼，伊的来处理对联吼。如果啦吼，市长，这个那是农地啦吼，哦，这个那是农地啦吼，伊这个荷兰田大量哦的废弃物啦吼。请问咱环保局长吼，伊遮添的废弃物啦，吼，即遮的迄款照片啦，吼，添的是虾米款废弃物啦，吼？答案我来讲好唔好？即文化路吼，地渣，来，即个是。从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化路的底渣堆积与掩埋常常临近的这个田园与渔温台江好不，台江好不好？而且台江好不容易争取到台江国家公园。不要把安南区视为是台南市的垃圾场，怎么坏的东西都往这边？分析调查，这块土地已经被人家挖去卖，这个黑沙了哈，先赚一手，后来再填土废弃土，再赚一处。文化路的底渣行情一吨啊吼，差不多1000块吼。如这边如果被埋的市价，差不多将近这1亿吼，1亿的市价。此卖地的
伊买地吼，搁再赚较侪钱啊。如果不遏制啊，未来台江的渔温农地啦吼，都不用这跟这养殖耕作，也不用去卖的，全部拿来都对二热废弃物了。就如果赚的有些些哈，那我们的台江的后代子孙如何在这块土地生存下去？本席呼吁哦，以这块土地的污染，本席合理怀疑台江绝对不是仅有这块土地污染而言，请环保局全面清查这十几年来台江重大的公共这工程，采取检查或者掩被破坏的事业废弃物，让台江乡亲可以安心立命，不用再担心害怕。为了遏止非法掩埋或用合法掩护非法乱添废弃物获得暴利，本席要求主管单位农业局，农业局要会同相关单位建立一套申请的制度，所有要在农地移温填土的案件，都要事先跟农业局、环保局来申请。农业局要结合环保局，这负起监督的责任，让农渔民不要再受骗，让这块气场不要再继续污染台江的土地。我们下一张，来，哎，不，行，行，行。哎，那个，几辆？野蛮的游戏的哈，犯罪的常态了。安南区的农地的很难找到干净的土了。目前呢，非法的掩埋行情啊，吼，石灰啦，吼，一吨啦，吼，这个七百，哦，焚化炉的底渣啦，吼，一吨一千，污泥啦，吼，伊的行情一吨一千，炉渣啦，吼，的行情吼，一吨吼五百。即嘛收啊一间公司啦吼，伊营运的项目啦吼，即个五金的批发啦吼，建材的批发啦吼，个机械的批发啦吼，个室内装潢啦吼，行业啊，个其他的公共工程啦吼，个兼租赁业啦，即。内头吼算袂少啦，吼，这就是等于安那点呐，规个总包啦，规个总包啦，吼，规个拢总包啦。啊，这咱下骹吼，你敢要相信讲吼，一个农地啦，吼，下骹咱搭的啦，吼，唔是土啦，吼。啊，这款情形，咱台南市政府吼，若要提出。相关啦，吼，会对策啦，吼，可能以后阮安南区啦，吼，遮所有啦，吼，的公共工程也好啦，啊是所有的渔温也好啦，吼，未来啦，吼，要去找到一个会当去安那点呐，去真正饲鱼，啊个啊会当讲这个去建造，这建造吼的土地吼，应该足少啦，吼，来。H 张，目前呐吼，咱这个哦环保局吼，伊来检查啦吼，的数据啦吼，哦，这个有植草险呐，植草险
伊这个物件是安那哩安那，是影响到形态、土壤啊，加这加水资源吼，伊安那哩安那也影响吼。啊，个一款物件嘞吼是锆，这个锆的物件吼，伊影响是安那嘞吼，影响到咱人四肢麻痹吼，啊精神吼，伊这异常。啊，这个铜离子啦，吼，伊呐吸收过量，吼，会造成吼肝肾吼中枢神经伤害，吼。啊，这个物件嘞，吼，这个物件，伊拢会安那哩安那，透过流液，哦，透过地下道的流液，吼，啊渗透出去。啊，边啊，吼，边啊的迄、那个，边啊的这个气温啊，吼，因有功高，啊，加这个水。吼、哦，去予别个渔翁啊，安尼起来造成规个阮土城啊这边的鱼鳞工啊吼，可能拢会有问题。吼、哦，啊人咧讲咧吼，讲趁钱啊吼，生囝吼会无尻川啦吼。第一就是安那哩安那做老仓的啦吼，去别遐原住民吼、未成年吼，啊去趁食啦，这生囝吼会无尻川啦吼。过来一项，就是咱阿哩阿那卖毒啦吼，互咱人民食，互咱的青少年食，这生囝吼，原来无尻川啦吼。啊，那赚到这款钱的人啦吼，伊阿哩阿那伊生囝原来无尻川啦。这款的吼，应用唔是一个人甲两个人啊，这款的应用啦吼，是规个咱台湾社会吼，这个物件。这个铜啊，甲铬吼，啊甲这个紫草藓吼，这个物件呐，透过地下水流溢出的时阵吼，鱼啊，安南区的鱼啊吼，土城啊这边的鱼啊吼，可能安那里安那，拢无人敢食。啊，这直接去影响到地方的房地产，啊，影响到地方的吼，这个渔民、农渔民的生计啦吼，影响到这个生计啦吼。所以在这吼，这个市长是，你敢有什么款较好的方法嘞，会当来遏制这个物件吼？以后袂当搁在这个继续，这個、影响到安南区啊，影响到台南市的土地。是迄个偷排废弃物啦，哦，偷台啦吼，偷台废弃物，这非常恶质。啊，我会要求咱环保局。依法吼，啊，对这间公司赶紧把这个所偷带的这个废弃物，叫伊刷往合法的所在去处理，啊，尽速来完成，安尼较袂去影响到附近的这个水。这个物件吼，有两个重点啦吼。是。头一个重点就是，咱环保局已经有正式检验出来嘛。是。这内底紫草藓。含铬、含铜离子，已经拢是超标了嘛？哦，已经是去妨害到这个，这个、已经是构成到这个啊相关吼、哦，咱环保法令吼、哦、的迄个法规啊嘛。哦，啊，当然这个物件啦吼，今嘛也搁伫司法单位吼、哦，咧这个做调查啦吼、哦，做调查啦吼、哦。当然内底人啦吼，内底人啦吼，咱也不便去讲啦，但是会当去。证明的就是安那哩安那，已经有人300,000交保啊，哦，啊，已经呢嘛有人吼、哦，这收押禁见啦，啊，陆陆续续嘛有真多吼，诶、哦，一挂涉案的人，即马已经法院拢开始咧调问啊吼，啊，咱尊重吼法院吼的裁决，但是伫行政部门啦吼、哦，咱会当去做诶，哦，就是讲已经是这個。构成到这个污染的属性嘛，吼、哦，构成到这个污染的属性的。但是以后嘞，吼、哦，你可能等司法刷的时阵，可能是三单五单嘛，吼、哦。但是咱行政机关市长嘞，吼、哦，你爱提出一个配套的措施出来的时阵，会当来这个、早日嘞，吼、哦，来个清理这个物件，是不是讲咱环保局已经有来正式讲吼、哦，已经是有咱的一挂废弃物掩埋伫来带领，吼、哦。啊，这个环保署嘞，吼南部稽查大队啦，吼、哦，
我有甲伊问，但是伊讲安那伊干呐？因讲即马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啊，即马遮个鱼温啊嘞吼，四颗汤，即块土地边啊啦吼，已经四颗汤位嘞吼，拢总咧养殖嘛。你只要放一冬，甲只要放两冬的时阵啦吼，无形中啦吼，即个污染吼，伊愈来吼会愈开嘛，愈来愈开嘛。是毋是讲吼，咱检查已经有事实？吼、哦，有迄个有害物伫遐哩呐，是毋是？咱会当用行政命令的时阵，叫即个业者也好，还是叫即个土地的负责人也好，因安那哩干呐？因爱赶紧来即个清理遮的事故。吼、哦，啊，如果因若讲要单数啊破决的时阵，污染已经既成事实的时阵，是毋是希望市长你会当？即用着咱的行政权，甲遮个即废气土、废气物的时阵吼，早日来车去合法的所在，安尼好唔好？好，迄个甲贵员说明吼，我咧先看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来讨论，因为即算犯罪证据嘛。哎，在因的同意下面，吼，啊，咱来进行他拄啊贵员要求的，啊，看是要要求即个公司，也是要要求地主，尽速将即个偷台即废弃物刷往合法的所在。好啦，啊个这样就是安那点呐？阮实咧怀疑啦，绝对吼唔是单只个问题呢，可能是对即个二丁七号即个炉渣开始啦吼，啊真嘛啦吼，阮安南区个重要个公共工程啦吼，是毋是讲吼会当要求环保局来做一个检测啦？这是个检测啦，这到底唔是单即个秀团，即块气温啊呢？这到底有足济所在拢受着污染的哦？是毋是即个部分啊？市长是毋是会当来要求环保局吼，即、这个扩大吼、哦、来稽查，是毋是有遮个相关的问题？但是吼、哦，因为安那伊这营业吼、哦，这间公司吼、哦，这间公司伊有。伊有安那哩，那有营业事业登记证嘛吼？伊过去所即个做的公共工程啦，尤其是有吞吐的部分啦，是毋是爱做一个追踪，啊个做一个吼彻底落去了解，哪有问题，较紧会当处理的范围内，较紧该处理起来呢？哦，因为贵员即摆要求两项嘛吼，第一就是台南市安南区的公共工程，是毋是有即个偷台废弃物？这点应该是较无问题，因为咱无论是重划也好，吼，也是重大工程，伊个土方拢有合法的来源啦。啊，而且呢，地政局啊，甲相关的局处拢会去检查，所以这部分公共工程应该是无问题。啊，第二点呢，你讲的是讲啊，无这间公司过去是毋是有伫啥物所在申请贷啥物土方？啊，这点我会当啊列一个案子，请环保局来处理。这个实在讲是安尼啦，吼。当然，市长所做伫台南市吼，诶，一寡公共建设啦吼，本身嘛是伫遮甲你肯定啊。但是啦吼，其实啦吼，有当时啊，咱一寡公共工程吼，也阁真侪漏洞，真侪漏洞啦。啊，伫你市政责任无用的中间啦吼，你讲一日啦吼，要去即个会当去详细去了解遮个工课啦吼，其实吼，算来吼，我那事实有淡薄啊困难啦吼。你包括本色啦吼，事实嘛无了解遮个情形啊，啊，这是代志出来吼，咱会去甲做一个推理嘛吼，啊，甲做一个演绎嘛吼，感觉讲这个公共工程啦吼，绝对唔是啊遮尔，这过去啦吼，伊个时间啦吼，过去伊个时间吼，这个真久啦吼，这公司。伫遮真久啦吼，可能安那哩样呐，不只是差不多伫遮啦吼，所以我伫遮甲市长建议啦，过去因的公共工程啦，可能爱做一个检测啦，来以后就是讲这个土方的管制啦吼，土方的管制是这个干务局咧管制嘛吼，但是咱的环保局甲咱的农业局啦吼，一定要有一套机制啦吼。所有的土落去的时阵吼，一定要经过环保局啊，甲咱的农业局吼，来去检验通过了正确的时阵吼，安尼
遐个工程吼，遐个吞吐的事务，才会当算完成啊。啊无，你像这无一个检，这迄个一个技术出来的时阵吼，人工啊吼，这个代志吼，也阁无限上纲啊。是，因为贵员，我爱甲你说明者，讲咱市政府做任何代志，一定爱有这个相关性。哦，比如讲针对你讲的这个案，因为这间公司是有问题，伊即摆做这个工过，就表示讲这间公司有问题。所以因此呢，咱甲扩大到这间公司曾经申请台过土方，咱爱甲检查，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你即摆要讲到公共工程，因为这个所在唔是公共工程，这个所在是闲置的余温，啊、哦，唔是公共工程，所以你即个要因为这个代志余温闲置的余温要甲推广到公共工程，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更何况可能咱的公共工程土方拢有合法的来源。哦，啊，咱有一套机制在监控。对啊，啊你若市场像你安尼咧讲啦吼，咱的土方啦，拢有来合法的诶来源啦。嗯。但是安那点呐，即个问题啦吼，即个土方啦，伊下骹所带是拢去废弃物啦，迄是拢属实啦。对。吼，啊，你讲即伊温啊内底要吞土，即嘛是咱市府相关的科学啊。哦，你比如讲干部局啊。环保局啊，还是农业局啊，因嘛是拢爱有职责啊。啊是安那因有职责的中间，这个代志拄啊检调，有去深入去了解啊。检调今仔若无深入去了解啦，其实啦吼，这个问题啦，咱拢唔知影。啊，咱拢唔知影时阵就对啦，嘛是安那点呐，嘛是阁继续危害台湾安南区这迄个气温啊，还是这个产地嘛。哦，这是既成一个事实嘛吼。啊，当然啦，吼，市政责任无用的中间，你讲要大项去做甲会好啦，吼，这其实啦，吼，有当时啊，有一点啊困难。但是本色啦，吼，伫遮做建议啦，吼，这已经是事实的代志啊嘛，吼，事实的代志，是毋是讲人工，那是要吞土，无论公共工程也好，无论重划也好，无论气温也好，咱要有一套迄个机制啦，严谨把关啦。才会当维护咱遮农民甲渔民的权利啦。哦，这个吼，这个可能吼，市长你爱有一个作为出来啦。吼，袂当阁予咱安南区吼的气温啦吼，啊阁予遮的业者吼，有当时啊那有利可乘啦。吼，安尼好唔好？好，迄、那个贵员，我请李局长甲你说明一下好无？简单甲你说明一下呢。来，这个马建李局长，来我甲你问一下啦。嘿，是。这个。如果这个水样啊吼检测是严重超标了，那代表这边的土污染吼已经受到污染了。所以本席吼，请问吼，这环保局吼局长吼，您采出来样吼，这检验的方法，您是用溶脂的这总量检测？还是是不是讲，请你做一个说明？好，我知影迄、那个谢谢郭议员对这个迄、那个这个案件的关心啦哈。啊，郭议员头头我那拢讲过哈，其实甲郭议员补充，这件事实上伫时间我歹势，我无方便讲哈。这件就是阮环检警结盟啊，咱台南市已经有十几年。地检署、环保警察、环保局，我有一个结盟哦，专门就是你讲的针对弃置废弃物做布线，做这个防治的一个稽查的工作。那这几年来也破获了几件在我们台南市弃置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刚刚这个郭议员关心的是说，他到的土壤，你讲重点嘛，这是用溶出这从溶出实验嘛哈，因为基本上这件我先甲郭议员报告的是讲，如果就法令来讲了哈，因为这件是地检署寄回南区督察大队采的样哈，所以采的样报告是直接送地检署，我不知道内容是。到底我讲哦，啊，您刚刚讲说什么超过我尊重啊？因为我实在是也不知道现在目前的土的
的验出来是怎么样？因为是、是中央。来，局长，我来讲一下。这个污染，这是我甲恁环保局问的，恁环保局的同仁。好，是，哦、因为第二次听这、这个讲话吼，袂当凊彩讲。因为侦查不公开啦，哈、事实上，但是我也不知道，因无甲我讲讲污染的数字。好，我即马，但是安那里安那已经是超标，迄是一个事实。我即马甲议员回答的是你关心的问题，就是讲溶出实验、咱一般来讲，即块土地去人偷的，伊安那是需要废弃物，咱就是采伊的需要废弃物去做溶出实验。看有超过法令的标准无？这是咱废弃物管理法规定。啊，你咧关心是讲，啊，伊啊那将来，吼，你是不是咧关心讲，伊啊那将来提来啊那做实，啊，伊的标准是不是爱别项？是这个问题吗？是，这个是不是爱用农业土地啊？是安那？因为这个按照即摆来看，我讲了，伊这个重金属吼，这个。管理这個标准呐、吼，伊有分这个农业用地、甲水资源用地、甲一般的用地、甲工业吼、甲迄个产业吼、密集区吼、诶用地吼，伊、的标准是无同的呢。嘿，对啊。标准是无同的。是啊，是。你比如讲啦吼，这个迄、那个铜的话来讲啦吼，铜的话来讲，你呐。农地吼，跟水资源吼，用地的时阵吼，伊的标准吼是400呢。但是你若工业区吼，跟产业密集区啦吼，伊的标准呢是2000呢。吼，啊，恁是用溶出这迄个总量？废弃物啦，哎、我们用废弃物溶出实验，溶出实验的重金属的量。来评鉴嘛，已经是超标了嘛。超标，所以他要移除嘛。如果今天地检署一直查到以后移送法办，送到法院，一定会依法规强制要求所有人、行为人、管理人一定要把这一块移除改善为止嘛。所以基本上将来这一块，我相信农业局他应该也不会再用这一块土地，他不可以再拿来这块土地拿来种作植物嘛。所以一定要到移除改善为止。如果他不改善，那我们就要按日连续处罚。哦，这个在移送法办里面是很严重的，所以法院也会参考他对于改善的诚意。如果地检署检察官或者是检察官要起诉之前，他也会要求他说你改善的动作有没有完成，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如果没有完成，或者是置之不理，他在求刑上面也会增加他的额度的。是的，请掉。这个环保局的局长吼，已经去讲出问题出来了。讲出问题出来，就是安那哩安那。以环保局吼，因即卖观念，因就是要等法院破决了，等法院的指挥，看这个土地来要安那处理。但是法院呐吼，伊的破决啊，是依照相关的法规来破决啦。啊，伫咱的主管机关呐吼，伊。这个什么物件有超标，什么物件有超标的时阵啦，其实吼，咱主管机关啦吼，比上个再较清楚嘛。啊，即马这款物件已经是有经过检测吼，咱台南市政府检测出来已经是正式的吼，就是已经是超标啊嘛吼。啊，超标的中间啦吼，伊即马地下水流入的时阵出去吼，出去的时阵吼，边啊只气温啊，就可能拢去受影响啊。所以本色。你甲你要求，就是讲安那，是毋是咱伫咱行政单位应该爱有一个作为吼，较紧甲这个物件清掉啦。是，迄、那个多谢贵议员哦，我头甲你说明，就是讲第一个爱负责的人就是污染人嘛，就是公司。啊，就我了解，这种公司其实嘛定义是康克公司啦。对啦。哦，伊的资本额敢那10万块尔嘛，10万块尔。啊，所以伊这是纯粹吼。要来赚这个违规良心的钱啦。对。哦，啊，我想这背后有哪真复杂。哦，我想地检署检察官应该拢会去查。对。那阵讲，这间公司无人负责的时阵，伫法律上都是地主爱负责。对。哦，咱咧要求地主负责。那么上盖好吼，就是讲爱检察官同意，咱先去处理，因为伊有保全证据的要求嘛。啊，伊若同意吼，比如讲伊侦查完毕起诉了。
啊，这个证据会当予咱去处理，是是我们就会马上来进行。伫上班啦，伫上班上班啦吼，当然会当愈紧愈好啦吼。啊，我那尊重市长的看法啦，伫上班。那起诉了的时阵啦，吼，爱做一个情谊啦，哦，安尼好唔好？这点我也请。啊，连江啦，吼，我拜托干务局、甲农业局、啊甲咱的环保局吼，三局，你对填土吼、吞土的部分啦，吼，一定爱去实际上吼去掌握啦，吼，莫阁予即款代志来发生啦。你若无实际上去掌握的时阵啦，吼，业者呐。有当时啊，趁虚而入啦，伊呐感觉讲市府较无够遐严谨啦，问题就搁来啊。哦，这个部分是毋是讲哦，市长，你原来会当要求咱的环保局、啊甲咱的农业局、甲咱的干部局，连讲啊，伫这个吞土的时阵吼，一定爱有一套迄个标、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标准的、监督吼，迄款、迄、那个、遐、遐、迄个动作出来，迄、那个做法出来。好，迄、那个感谢贵议员吼，我呐。就中立的质询吼，甲咱台南市市民小呼吁一下，咱的土地也好，咱的厂房也好，要租人，你一定爱做注意。包括发生伫客家，包括其他的所在，拢曾经发生过。就是讲，伊敢若像一间正当的公司来甲你租厂房，来甲你租土地，无偌久了后，就将事业废弃物甚至有毒的废弃物，吞伫你的土地，伫你的厂房内底。啊，这就是一个其中的例，所以咱土地要租人吼，爱非常注意，尤其是私人的行为吼，政府真正无能力吼，甲大家管顾较到，大家温暖爱提高警觉，唔通为着小小的这个利益，结果牺牲你本人吼，佫较大的这个利益，啊嘛影响到台南市其他人，安尼都唔好。对了，好，哎，多谢，这真的，这个陈局长。是，是啦。是，嘿。你也看吼。咱啊，你啊呐，咱做盐地取地啦吼。阮是原啊。无意见啦吼，那会当予咱台南市吼，诶交通较好诶吼，是是，啊，较无即、這个迄、那个事故吼发生吼，我若同意吼，咱台南市吼来即个执行者较严格吼诶处罚啦吼。是，来，咱比如话来讲啦吼，以即个1904年一月吼，啊，5月20日啦吼，郭兴华爷，等一下哦。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个麦克风要处理哦，甲处理好势，较有可能麦克风用安尼。迄、那个，咱1904年吼，即、這个是即、這個、1月7日喏，到5月20日啦吼。咱呢，闯红灯啦吼，闯红灯啦吼，89件啦吼，为。过吼两段式吼，诶左转吼有14件啦吼，酒后驾车吼有12件啦，逆向行驶吼有8件啦吼，拢总起来的时阵啦吼，拢总起来的时阵吼，即、這个132件啦吼。是，咱今年啦吼，即、這个严厉吼啊，即、這个执法啦吼，咱冲红灯的啦吼。飙升起来到安那，你阿那439件啦，吼，为两段式左转的吼，520件啦，吼，酒后驾车的吼，94件啦，逆向行驶的吼，有62件啦，拢总起来啦，吼，拄啊好安那，你阿那1115件啦，吼，跟去年来比较起来吼，拄啊加983件啦。啊，加这983件时阵啦吼，你讲这个1904年啦吼，伊的这个车祸的发生啦吼，死亡的吼有6个人吼，啊，这迄个件数吼有6件，这伤害吼有2件吼，啊，这个迄个事件嘞吼，事件有
689件吼，伤害的人吼有2000吼，控92个人啦吼。这件数啦吼，来，你今年啦吼，你验地，伊啊这迄个安那你啊那，迄个执行的时阵啦，死亡车加一件出来，吼，啊，这个迄个数件啦吼，这死亡车的件数嘛加一件出来啦吼。啊，伤害啦吼，多减一件啦吼，剩的啦吼，件数1513件吼，啊，伤害的人吼1967个人啦吼。我讲啦，这数字啦吼，这数字的时阵啦吼，差不多等于拢相像嘛，吼，等于拢相像啦。安尼，咱这个执法啦吼，咱执法的精神重要，就是要交通较好嘛。较少车祸嘛，结果咱执法的功能无走出来，所有才开的红单啦吼，伫即马大家各行各业拢无好啦，吼，各行各业拢无好。啊，这是当是阮阿兰区的部分咯。我即马咧讲的是当咱阿兰区，阮阿兰区的部分。安尼即款的执法吼，是毋是吼？市长，你爱做一个检讨吼，来，好市长，来，来，忙。咱这个交通吼危机吼诶案子吼，道路交通这管理处罚条例吼第17(1)条，经查证事实者，应即即发啦。啊，本市吼本级吼在安南区吼违规停车吼。人容忍哈，执法这绩效哈，统计哈，咱安南区这第三分局伫105年1月到5月20日哈，总共取缔哈，这2371件了哈，较去年哈104年同期的哈。1019件哦，增加1352件呐。机车的安全执法效率哦，统计，本级三，恁第三分局哦，第三分局哦，4月7到4月30啊，一个月哈，诶，执行啦哈，共取缔啦哈，1115件啦哈，较去年的104年哈。同期的这事件哦，132件，拄啊增加偌济，你敢知？增加983件啦吼。第三分局，这个第三分局吼，接受吼交通违规检举吼，1月到4月20日啦吼，拢总啦吼6000吼，过62件啦，市民检举啦吼。开罚吼1786件的这红单啦吼，当海南派出所啦吼，一个月吼，伊开300几张的红单啦吼。迄个监视器吼，监行车记录器设置的目的啦，只能当作侦查刑案或厘清交通事故提供这书面这画面啦，苦即。开单啦吼，当场执法，伊是会当开300尔咧。单凭照片啦吼，一张吼处罚一定拢是900啦吼。民众也需自我审视啦。如果办理临时或违停啦吼，取缔违规固然是好事啦吼，但是是不是吼也要？业绩效率哈，鼓励人车一台哈，要民众多加利用哈。得证无法实施落地车的这车的破
力啦吼，各分局所有光承办专案行车记录器及几花怎么消化，请市府相关单位要全面这检讨，要用来几花交通违规未经这稽查事实，则几花程序违法，不能拿来开罚这交通的罚单。这个就是市长。今嘛，咱的监视器啦，吼，甲咱的行车记录器啦，吼，因今嘛收来几花遮的红单啦，这是违法的呢。这咱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一条之第七条之一条吼，要经查证事实，应几花呢？啊，你比如我咧讲啦吼，我若走摊啦吼，我的车哦停伫遐哩，我内底有司机啊吼，我落来吼去走摊，但是你行车记录器那是摄到的时阵啦吼，啊是这监视器那摄到的时阵啦吼，伊就是爱安那念啦，你就是一张告白吼，啊伊这那是临停啦吼。伊个安那，你敢拿伊个处罚啦吼，是300甲600尔呢吼。啊，恁这吼无经过查证事实呢吼，恁所有的红单啦，应该是拢900起跳。伫安南区遮个红单啦，敢有开300甲600？应该是无啦，规个拢900起跳啦吼。啊，这点就是啊，市长反映就是讲安那，你敢拿？咱即马台南市警察局吼，咱咧处罚啦，已经是违法。啊，已经是无事实啦，是毋是？爱甲这个法令吼，爱甲这个法令，这個、对社会来讲个清楚。咱请陈局长讲一下好吗？我来做一个个疑问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哈。第一个就是讲，你用这个今年甲去年的这个资料来比较哈，你就讲这个咱违停的这部分啦哈。去年你用一月到五月二十这个时间，因为咱去年四月初到。四月初到开始才有这个，所以这资料吼，比如讲对照起来，我讲啊，这个资料拢是甲恁警察局做的，这资料袂当定答哦。啊，这不定哪里？我这边要甲议员报告，就讲去年一月初到这个四月初八，这个是无迄个零容忍，零容忍是四月初到开始执行，所以啊，今年一月初到这个都从去年四月初到开始比较，所以今年一定比去年较济。第二个就是讲。四月初二到四月三十日，这个机车诶，这个安全过这里吼，去年四月初二到四月三十是无这个咱的机车，等于讲无这个专栏，无增加，所以有专栏甲无专栏当然是会成长吼。啊，佫过来，我简单好了哈，佫过来就是讲，咱阿南区吼，即几年来这个人口一直咧成长吼，这个事故愈来愈多。那么今年到咱涨为止啦，是七个对七个啦，吼，等于讲拍平安尼啦吼。但是如果若无这个无这两个专案，是不是以去年甲去年来讲，咱这安南区路拢足大条嘛吼？你讲啊安民啦，什么台江大道，什么国巴这大拢大条路六线四线路，所以事故一定较侪。最后一点就是讲，我个村姑也要体会人，我都要听个歹，我跳下来得罪咱的市民啥？我警察做43年，对的代志咱就应该来做，对咱市民好，会当保障咱市民财产生命安全，我感觉应该。该做，咱来落去做啊！咧，是，这安那，你讲呐，这讲的拢是一个事实啦。说明一下吼，你这个表当然所有资料拢正确的啦，因为你是甲警察局啊，甲相关的单位提嘛，数字拢正确。但是它的正确的解读吼，我讲给你参考一下，这个正确的解读应该是这样子：台南市政府第三分局辖区内，在去年。104年1月1号到5月20号，相对于105年1月1号到5月20号，在零容忍执行之后 ，A1 跟 A2 车祸的比较 ，A1 是没有差异 ，A2 零容忍是有改善，因为呢，它减了96或是减了125，大概6%。
它是有那个成绩在，但是呢 A1 呢是看不出差异，正确的解读要这样子。那刚刚陈局长是跟你讲，因为我们的零容忍是四月几号，四月九号开始，你如果要比较有零容忍跟没有零容忍，对 A1 跟 A2 车祸的比较，你的时间只能从一月一号到四月，不可以用到五月二十号，因为五月二十号已经有零容忍了，就不准了。对，那个来局长，请讲。道路交通这处罚条例第七条之一经查证事实，则应即执法。加这个部分哦，您安那念呐？您伫监视器也好，行车记录器也好，这是会当予恁做刑案吼，啊个交通事故。好，帮一定议员你指导这个，我等我来了解看看。迄款依据呢？爱改进，我来改进。系啦，是。但这个边，这个。我跟是，就是讲，若有这个事实。无啊，这已经是这违法啦。啊，是毋是讲伫借这个议事厅，借予咱台南市民拢了解，恁今嘛所有伫监视器。甲伫行车记录器的，遮的执法的案件，这是违法的，这无查证事实呢。吼，啊，恁这违法的工作吼，恁袂当带头啊。尤其恁台南市警察局，恁是主法单位啊，啊，恁袂当带头违法，啊，这有去关系到台南市所有咱遮市民的权利啊。吼，这本色底下甲恁反映啊，是，这相关的法律有遮尔啊。我来了解看卖吼，啊，应该是。就是讲，阮话要求讲一定要来做查证啊。这、这个局长，局长，这若违反遮这个相关的法令，是毋是遮这个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爱取消掉？啊，我们当然不能够做。好、哦，对啊，啊，这是肯定是违法啦。啊，违法过去伫行车记录器、甲伫监视器遮所开的罚单的时阵哦，咱拢爱。去安那里安那，去有人申诉。啊，申诉的时阵哦，就是恁就是爱退回当时恁共发的迄个金额。啊，而且我嘛呼吁咱台南市民吼，恁啊如果咧吼有予咱的这個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伫这个监视器开罚单也好，啊是讲伫这个行车记录器开罚单也好，这是一个违法的代志。希望咱这市民吼爱去申诉。吼、哦，爱去申诉，把恁的权力退过来吼、哦。啊，以后伫遮，我嘛拜托这迄、那个市长吼，恁、哦、把这个这依法无据吼，诶，执法甲处这迄、那个取缔吼，会当来给做一个取消啊。这个贵官，因为为了避免误会吼，我是不是请主管机关交通局长、局长甲你说明一下？啊，你讲我这个问题嘿。张局长，是啊，这个。这敢有啥物款即个无事实的代志？应该无嘛。这法令，这我拢安那里安那，我拢伫电脑拗出来嘛。吼、哦、啊，这相关吼的法规吼，这相关的法规吼，全国法规资料库吼，我拢伫全国法规资料库去拗出来嘛。这是已经是一个事实啦嘛吼、哦。啊，直接拜托市长咧吼，加、哦、这个工课吼、哦，咱台南市政府吼爱做一个改进啦吼。哦来，这个后一张吼。啊，伊话是我来甲你简单说明一下。我时间要到啊，吼，我时间要到。这个来，拄我起，拄我起，副市长。这个，安南区吼有一条一定四十号吼，一定四十吼，四十米的吼，伊的都市计划吼。伊有对即个咱的德白港吼，对，过吼，对。啊，咱即马地方吼，即、這个地方一寡咱会当讲关心的吼，地方发展的吼，因机关或者相关的同仁吼，甲本色吼，以即个质询的时阵吼，一定爱提起来讲吼，因为即条德白港溪吼，因即马伫台北林吼，有一个有一个陈泽然吼，这迄个建筑师吼，已经嘛吼，对咱国奥会吼咧整出这个案吼，整出这个案啊
安南区啦吼，一挂乡亲拢感觉讲吼，这条茶楼港，这迪拜港吼，这有历史的渊源哦，爱存在啦。啊，咱这一定四十的时阵哦，已经对这经过，对这经过的时阵吼，希望讲伫这回啦吼，咱配合咱台江国家公园哦，做通盘检讨的时阵啦吼。这个案吼，这个案你一定爱去甲取消掉。啊，另外一定四十号的时阵吼，这条道路吼，一定爱有一个连接啦吼，爱有一个连接啦吼，好，这条道路以后当去畅。再给一分钟，会当畅通啦吼。啊，这个茶头港溪的时阵吼，这条河道吼会当甲留落来，因为伊这吼，这条茶头港溪以北的时阵吼，伊这红树林吼。琴声生长良好了，无因为开辟道路而损坏红树林，实在不妥了，哦，实在不妥了哈。这个部分哦，看慢这个点哈，你这部分有看恁这两节路啦哈，哦，这些哎两节路迄部分，我伫迄个开会来讨论。好，安尼这感谢啊，市长哈，感谢主席，感谢。好，我们谢谢郭靖华议员的质询，那我们休息到11:30，休息。